大家好，我是九九公益日爱心传播官BoYuan。你知道吗？在我们为吃什么美食而纠结的时候，乡村学校的孩子正在为吃不起一顿饭而发愁。在最需要长身体的时候，很多孩子吃不上一顿营养均衡的午餐。在这个九九公益日，我们一起许下一个长长久久的公益约定，关注乡村孩子的健康成长，和我一起捐出一份爱，让乡村的孩子们能够吃上热气腾腾的午餐。